喂，我是吴振峰。今非昔比了。从今天开始，路我来走。我想打入进去与他配合，同时保证吴振峰的安全。可是他们这样会相信你吗？信不信我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手中的筹码。陈警官，你准备辆车，明天下午4点去白山货运厂拉货。清单我发你。跟毒沾上的这用血偿了情吗？帮我们带个人，联合戒毒所。你好。一个人要靠吃毒活着，他就跟吸毒一样上瘾了。